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了台北的大王麻辣干面这边哦，没有错，就是你们敲碗很久的店家。说真的，在前一阵子我一直知道有这家店，而且我也觉得很有趣。可是那个时候因为身边太多事情了，所以没有时间来这边做挑战。但是最近大家也都知道，我已经结束上一份工作了，然后最近都在到处走走，寻找人生的方向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大王麻辣干面的威力吧 ，Go！这样的话，没有在那个塞蛋里面吧？对啊，来选 challenge。对 ，challenge。哦，现在已经是十二月初了，只是没有想到说，现在这个天气就是介于会冷跟会热之间。然后他们店家里面感觉充满了那种辣椒的味道，平常有在吃辣就会有那种感觉说，哎，这东西是不是有加辣椒还是辣椒粉？可是我走进来的时候发现，哦，口水都流出来了，里面的味道非常的香，都是那种辣椒的香味。只是不知道等一下我们挑战的时候，它的那个辣椒会是香，还是那种致命的香？还蛮期待的，因为我出发之前我看了非常多人的影片，他们来这边吃，虽然说好像几乎都是失败，我只有看到有一个人成功的影片，但是说不定今天我们会成为第二个成功的哦。因为在来挑战之前，我已经将我的饮食习惯锻炼成说，哎，吃辣都不怕了。我相信今天来这边点他们最辣的，应该也是没问题的，也许的。我们先来签个同意书吧。十二月四号 ，OK。好，谢谢。哦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来，三十分钟。哎，好。哇！给各位看一下，就是这个传说中的麻辣干面呢，就看起来算平淡无奇啊，可是不知道吃起来会是如何。因为我光是拿靠近闻就好辣哦、喔，你先吃吃看，好辣的感觉哦、喔，我光闻就有点快受不了。嗯，有感觉。好像，那好像没有很辣哎，好像可以的。感觉视线有点模糊了，来喝点牛奶吧。
哇、啊！剩剩什么？我觉得喝完牛奶更辣了，不如不要喝。来试试看酸梅汤。哦，好喝哎！哇、哦，这个真不是一般的辣。我吃到有够艰苦的。才吃了八分钟，有点冻没掉啊，好辣哦！七号的晚上，哦 ，Don't try this。嗯，耶、yeah ，我十分同意他的说法，不要轻易尝试啊。那个后劲好强啊！我觉得不太行，这状况不太妙。我觉得我们人生都要勇敢一次啊，就是勇于面对任何挑战。我们到这个关头，我们可以勇敢第二次啊，就是果断的放弃它。Sorry, I'm out.I out. Come on, man. Come on, man. I can. 结束了，不要吃了。哦。啊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在他楼下这边稍作休息一下。在这边必须再次跟各位提到，千万不要挑战大王麻辣干面。就刚开始吃，你会觉得啊，好辣，好好吃哦。可是它的辣是会累积的，而且是在累积到一个等级之后，一次给你冲上来，哦。既然有这么多的豆粉在底下留言跟我说，叫我来挑战这一家干面。我们当然就是秉持着说，你要我开箱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的这种概念。哦，这家的干面真是哦，辣爆了哦。反正不管了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吧。哦，现在台北的街头下着小雨啊，但是我现在感觉肚子真的烧啊。哦，他那碗面已经不叫做面了，那是来自地狱的化身啊。哦。快冻没掉了！你说未来我还会不会再来挑战这一家干面？不好说，但是不知道会是多久之后。哦，那我们影片就先到这边好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哦。哦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
哦，我整个肚子都在烧啊，够艰苦的。